天是我们公民周的第五天讲座哈，那我们今天的讲座一定会让你很满意。我们要共加哈，铁棍戒就可以送金北纪念品，回去还可以抽奖。是由我们低金控投信的来做公益讲座哈。啊，今天会非常的精彩哈。那我们今天讲座是从七点半才开始哈。啊，我们因为人潮要到七点半才会真正的聚集哈。但是我们前面也会安排我们的新进老师跟我们的社团的分享哈。那感谢各位老师，我们浙大的老师哈，也陆陆续续林安中老师，还有黄文玉老师都带我们到场了哈，还有李正的老师哈，感谢大家的莅临。我们老师可以往前坐上座哈，谢谢谢谢大家。我们七点半就即将开始我们今天的公民周的第五天。现在就进行我们第一个的社团的介绍哈，就是我们的影像记录证。亲爱的教同学还是老师哈，大家晚安。然后我们第一个上来介绍我们社团。那我们影像记录社呢，就是着重在于做影像记录，是在摄影的部分。那摄影里面呢，又包含了录影啊跟照相。那我们重点又会比较着重在于录影方面啊，那包含了剪接。那我们目前社员呢？大概有50位左右。好，但是常出来的哈，大约只有一半，这是我们觉得比较遗憾的地方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呢，好，先讲重点。然后我们在上个礼拜哈，我们在上个月，我们有参加那个。就是支援潮汐的一个活动。好，那今天刚好刚出炉了一段影片，然后这段影片呢，也出动了陆海空的一个摄影。那里面就是非常精彩，然后我们的经过高达10几位到20位的空人，那个社员一起参与摄影。那话不多说，先让大家观赏这段影片。参与的人非常的多。